稍微讲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。我现在这边写三可以，但是呢，我把它放大，我在这边写三却写不进去了。原因是因为我在建立绘图区的时候呢，是以这个大小建的。OK， 那我把它放大的时候，我并没有重建绘图区，所以它还是以这个大小建的。所以当我在这边写的时候就不行了。那所以呢，我刚所用的解决办法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里不是有个 resize 的函数吗？哦，那我在 resize 的时候呢，我就重建绘图区。OK， 那这样子我重建绘图区之后，我们再试一次。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那但是这个方法我觉得可能不是标准的很好的方法。哦，那我后来一直觉得我们这样写其实好像多建了一个绘图区，因为它本来就有个绘图区嘛，它本来在这里的 font paint 的时候这里就有个绘图区吧，那我硬去再重建一个出来去画，或许这也是会造成问题的原因之一。那我想我会再查查，让它一个最简单然后又不会有问题的方法。那有解决再跟各位说。